刚拍那么多个女的，今天我在，拍个男生不行吗？我自己单纯觉得好看啊。我好看还是他好看？你好看，不是工作吗？你一会儿过去，别像以前那么花言巧语的啊！不拍，咱们就走了。啊，行，你走吧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他是我女朋友。拍什么呀？我刚刚从远处看，就觉得你很清纯，有那种初恋的感觉，然后给你拍张照片行吗？等会儿就要走了，10分钟就能给你拍完行吗？就不用，对，对对对，咱们在这儿拍一下就行了。不了吧，不了吧。衣服也不用。不是，就你这个衣服就行，你还有其他衣服吗？啊，我在这儿拍吧，好吧。我给你套一下衣服。好。啊，为什么你给我